guys! Welcome to channel!好的，各位观众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挑战新的巫师级天照来袭，好不好？各位，这个自从天照开放觉醒之后呢，巫师级的关卡其实也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调整。现在呢，巫师级关卡呢变成有现在的天照变成有超绝级巫师级，然后还有无阶关级，然后。无阶关那个，大家绝对不要随便去尝试，好不好？我进去大概三回合就被打出来啦。好啦，那其实因为可能是因为六星觉醒的关系，所以这个关卡难易度都被大调整，好不好？而且掉落的几率也变低了。那我们待会就进到关卡之后，再来跟大家讲里面变得多难，好不好？真的非常的难。现在新的天照，我个人觉得超级难打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入关卡挑战啦！来来来，这个是 bug， 有人知道吗？好，那一开始呢，我们先打小老鼠好了。这一关呢，其实非常非常前面非常非常难，非常完全没有跟你开玩笑的那一种难。来，一二，哇！好，那我们这边就等下一个小老鼠，它打伤害打下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来把新珠给吃掉。来，好，这样子我们一万多的血呢，把它给回回来啊，可以。我看一下啊，哎呀，这边呢，我们让待会让这个上三千信呢来做伤害。哇哇！你看这多可怕，这到底是怎样？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话呢，我看一下哦，可以连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看一下，我们要先打谁比较好？我们先把它炸掉，然后我们看我们要来打谁比较好。我们可以先打，我们先锁定这一只，因为伤害应该会溢出，所以他等一下可能会，我看一下哦。好，先这样子，应该可以先把一只打死，然后可以打小老鼠 ，OK。然后我们下一回合呢，可以把一只小老鼠给打死。好，先做一点回血，然后爆发，再炸一个 ，OK。我看一下啊，血量要不要再拉一些回来？小老鼠，小老鼠，小老鼠去死！小老鼠再死一只吧！哎呀！哇哇！我看看啊，还有两回合的话，好，这边还可以连得到，还不错。再来，再要再来吗？好，再来，来，可以，我们至少先把小老鼠给打死。先来炸一个。小老鼠应该会死吧？我们先攻击小老鼠。好，这样子小老鼠应该死掉了。OK， 各位，最难的地方我们通关了。你看这多夸张！来，那这边我们就有四回合时间可以慢慢，待会让这个我们的弗雷亚呢做回复。最难的地方过啦，哇，超难啊，没有在跟你开玩笑。来 ，OK， 哒哒哒，炸炸炸，漂亮，低粉也都有啦。好，所以这一关其实最难的呢，就是在前面你要去判断说你要先攻击哪一只小怪，好不好？那个真的是超级难啊，各位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来，好，这样子应该可以直接把它带走了吧？还没，哇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应该可以把它给炸光，可以直接进关了吧？来，直接带走，拜拜，最难的第一关结束了。
真的第一关真的超级难，我自己打也是打很多次才会过一次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这边呢，我记得我通常会直接，算了，我们来慢慢打好了。这边的话，第二关的话呢，伤害就比较低了。因为第二关就只有这个小老鼠，可是我记得我通常都会直接把 Fever 给开掉哎。好，我们就直接开吧。因为我记得下一关呢，我们直接开爆发，然后就可以直接一波带走。这个也是省了一些麻烦啊。好 ，OK， 直接带走，应该全部带走了吧？248哎。还没，还没，其实比较好。那我们这样可以慢慢的跟他磨，然后我们最好是呢到这个冲那个上升天性的时候呢，让他进关，把他再下直接可以爆发结束掉。好 ，OK， 那再来我看一下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消绿色、红色，可以带走吗 ？OK， 完美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一波爆发，然后把他们给带走。两回合，我看一下哦，可以考虑下一回合再开。好，我们下一回合再开好了。来，我们把绿色的给消掉。那我们先吃一波小伤害之后呢，其实，好烦哦。算了啦，直接开啦，不要跟他讲那么多啦，啰哩吧嗦什么？直接开一波爆发跟你尬了啦！来，我看一下，放这边放左边一点是会好一点。好，放那边吧，多一点蓝色的啦，发开啦，可以炸到了，来再炸你一个大的，不是吧？你不要跟我开玩笑，哇，没连到，哎呀。没关系，我们至少先把小只的给解决掉。好 ，OK， 那再来呢？我们可以把红色的先连起来，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大的。来，水，放这边。来，炸一个大的，漂亮的，蹦嘎！来，我们这波伤害应该可以把它打到。没有半血啊！哇，那我也是觉得很麻烦啦。来，没关系，我们要慢慢跟他磨啊，不怕，莫急莫慌莫害怕。因为呢，其实第一关过了之后啊，接下来的三关小王，其实我个人觉得都还算是比较人性化一点，好不好？跟第一关比起来，真的是非常人性化啦。这个第一关我也是真的是觉得很可怕、啊，真是有够难打的、啊、第一关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再来把血量给拉回来一些些。来，那我们这边就慢慢的跟他磨，慢慢的跟他耗，因为他的伤害其实不高，每一下打4000多而已，我们可以这样慢慢跟他磨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就要持续的来做，Fever 又好嘞。那要考虑开 Fever 吗？想一下，要这边开 Fever 吗？这边开掉的话，先不要好了。我们下两回合再开。我们最好的情形呢，是让我们的上三千信，然后打一轮，然后再让我们的变态少女再打一轮，然后然后下一关进关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很轻松。来 ，OK， 我觉得我们可能待会要准备开 Fever 了。这一波伤害打完呢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来开 Fever。来，那这边呢，我们把血量再拉起来一些。OK， 可以。那我觉得是不是让我想一下哦。我们让弗雷亚开，然后进关直接开爆发吗？算了，直接开了，不想跟他啰嗦那么多了，因为我们主动技也都 CD 好了。来，来，
可以，二七九直接带走一波。哎，好像还没，我还没哎。好，那这边刚好呢，我们可以直接来做射珠。我们来做一下版面哦，把新珠跟红色，哇，我看一下蓝色，这样子，哎，还没死，哇，哇，哇，来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直接带走了。下来，哎，那个红色的不掉下来啊。好，这样子带走，那我们就还有两回合可以做版面，我们待会看一下哦。来，两回合之后他会攻击，他攻击力上升，防御力上升，我们也是可以一波把他带走的。来，这边呢，我们把杂我们不需要用到的杂珠呢，把它给消掉。好，来，待会要准备开一波爆发咯。来，好，漂亮，完美。哦，哇，七千多、啊，来，可以，我们看有没有办法一波把它给带走，好不好？来，直接一波爆发，哇，34抗的，直接连了一个34，多一点，漂亮，还可以，直接炸干净，炸干净啦，漂亮啦，再来。这个就算没打死的话，我们下一回也可以直接把他打死。但是如果直接把他带走是最好的。Yes， 哇，他防御上升，我们还可以一波把他带走，好爽哦，好爽哦。来，那这样子是还蛮好的状态，我们直接带着还不错的版面，然后让我们的变态少女直接进关。我们可以直接做 C 珠出来，然后来炸出一个伤害。怎么又没连在一起啦？你在跟我开玩笑、啊？来 ，OK， 看一下伤害多少啊？不太够啊，没关系。那前面呢，第一条血量其实比较简单一点，因为最麻烦的其实是在第三条血，我觉得他那个真的是第三条血，我觉得也是要有一点运气成分在，才有办法临时通关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他打一下7112，那我们基本上呢伤害应该是还蛮血量应该还蛮充足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利用磨的方式慢慢跟他磨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主动技能稍微洗一下，来 ，OK， 可以直接炸你一个大的，来，哇，这个伤害哇，他的血其实没有很多。多少？哇，还是7112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我看一下啊、喔，好，要考虑把 Fever 开掉，把它打进关了。欸，好像又可以不用开 Fever 哦、喔，因为我们下一回合可以轮到我们的弗雷亚，它可以做回血。好，那我们不开 Fever。因为目前版面上的新珠还蛮充裕的，那我们待会可以做回血的动作，然后情况不对呢，我们就开 Fever， 好不好？来，看一下有没有办法连在一起新珠，哎、欸，新珠连一个碎的，漂亮！我们看一下这个血，好，一万，现在还有12000的血，那我看一下哦，这边想一下。还是直接啊，算了，不要直接开好了。漂亮，这边有没有办法把它给带走呢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哦。好，这样子我们下一波应该可以把它给带走了。哇哇哇哇哇哇，有点痛。来，哇哦，这个连一个漂亮的。其实这边感觉可以考虑开一下那个弗雷亚的主动技哈、啊、不过我们已经把它带走了，就没差。好，呼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攻击力向上三回合没关系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先把血量给拉回来一点，来 ，OK，
看一下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待会可以来做一下版面了。我们把版面给做漂亮，哇哦，漂亮！哇，被炸掉了。我看一下哦。好，那这边他打完一波伤害之后呢，我们再来一波把他带走。来这边的话，我觉得，我想一下哦，四回合，所以应该是轮到我们这边还不要开主动技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个好难哦。我们因为一进关之后呢，它会有四回合防御力超大提升，然后四回合结束之后，它会有一个两回合即死伤害，但它的血没有很多，所以等于是你要在那个两回合。四回合的结束之后呢，两回合内把它爆发给击杀掉。那要轮四回合，等四回合之后呢，所以我最好的方式是前面四个回合全部 turn skip， 然后最后的两回合刚好是轮到上单再加上变才两个直接爆发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所以我的顺序应该是打完血之后是要轮到上山。那所以，我应该要再 turn 一回合，对，所以应该是要这样子，所以我不能现在开，对，我要先吃他一波伤害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应该是要这样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。这一关呢，最麻烦其实是在二血跟三血之间的那个磨合时间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先来。我看一下哦，好，哇，他怎么还有这个？好，不，我觉得我们可能要直接开掉了，因为他到一定的血量，好像还会有那个超大伤害，啊，哇，我真的是。哦，这一关好麻烦哦，二血跟三血的连接超麻烦。没关系，我相信我可以。我们放到这边好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哇，可以可以，再多大一点，漂亮，拜托。我觉得我们伤害有一点不够哎，我们要分两回合把它打死。哇，不要打太多血，拜托。好，这样子他应该还不会。OK， 还好。好，那现在是，那我觉得我们这边要按 Fever 了。来，哇，好烦。OK， 291应该可以带走吧。啊！哇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好，这边没关系，我们把它记一下，看一下哦。黄色，我刚记得连对黄色，然后绿色，绿色，红色，好。那因为它前面的这个防御率太高了，它是。超大幅提升哦，所以大家不要把伤害浪费在这一个回合。OK， 好，那因为他这个血，他这个现在的毒啊，其实不会很痛。我们现在还有两回合可以做，好 ，OK， 我们要不要先，好，先做一个 C 珠出来 ，OK， 这样还行。然后我们待会要让弗雷亚开爆发了。这个没办法，黄色会转成蓝色，然后所以我们要把黄色尽量连在一起，然后红色把它点掉。OK， 来了，就是现在了，各位。我们主动技还没 CD 好啊！各位，我们要说拜拜了。我看一下哦，因为我们现在主动技还没 CD 啊。我刚忘了看主动，如果主动技 CD 好的话，我们就是要在这一回合开爆发，然后再开爆发，然后把它给解决掉。但是呢，现在看起来我们应该是
只能拼一个运气，待会看看这个有没有办法多掉一点蓝色的下来。来，我们只能靠变态少女了，估计是打不死啦。来 ，OK，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办法炸那个红色多一点，红色，红色多一点。红色还可以转爆弹星，爆弹星，爆弹星。来，我看一下哦，不行。好，好，各位，我们要准备说拜拜了。你看，如果刚刚有爆发的话，我们其实应该，我们如果有两个爆发的话，其实应该可以把它直接给带走的。但是没有。哎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直接跟他说再见啦。所以这一关其实要吃食，不吃食过关，其实要很注意这个开机的时间跟进场的时机。好，哇，哎、欸，完了，我顾讲话 ，Fever 都没按好、欸，哎，没关系。那我们直接开掉啦，都开掉啦，都开掉啦，啊、嗯，好，所以这个真的要跟大家讲，这一关真的没有那么的容易。它改版之后呢，我真的觉得变得很难。我看一下啊、哦，好，那我们再来转一个 ，OK。再来转，开一个攻击力提升。然后我觉得他的原本是一定要带冲田总司进关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变成没有那么必要了，因为他后面这个毒的伤害啊，就变得没有那么高了。哎、欸、啊，是怎样？我是不是还打不死他？不会吧？哦，还好。所以他其实最麻烦的就是在那个即时伤害了啦，那个我真的，如果你的技能跟 Fever 没有控好的话，绝对是过不了，没办法临时通关的、啊，哎。好啦，我们看看我们花了一个石头会不会掉，他现在掉蛋几率真的变得非常非常的低，果然没掉啊，不意外啊，我打了大概十场没掉过一颗，哈哈，好啦。有没有开？没有。好啦，那个这个其实就是真的很难的关卡，我觉得大概要再多花一点时间去摸索。我自己也打得很痛苦，非常非常的难啊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。影片结束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下面帮我点一个喜欢，并且在这边订阅我的频道。Rocket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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